阿妈家己咧大头毛，要迄个见识多一下吼。阿弟阿妹啊吼，今仔日要给大家讲消息，啊要讲啥消息？嘿，消息就是阿妈，我巴肚枵。你巴肚枵？啊，昨去创药剂一下啊。这个先生讲，要那个有看，讲啊，那个阿妈通这手机咧，那伫个办中港呀。我唔知呢。你唔知，伊就讲看了就会晓煮啊，拢安尼去煮啊，煮的拢全家人食，早讲拢随人买随人食，伊嘛咧问咧看。食咧问。迄小姐。白小姐是家，我在家白小姐。自从我们拍做料理系列的影片结束之后，不断有阿弟阿妹跟我们分享做料理系列的影片为他们生活中带来许多的帮助，希望能有更多做菜的影片。阿弟阿妹啊吼，恁讲有影爱看阿妈煮菜，有影啊。有影，系啊，恁敢有学起来？人新疆的有学起来，啊，伊有学起来，要安怎家己知影？啊，伊都菜煮煮的放在路边，我拢唔知影，咱做遮侪项菜，会使帮助到阿弟阿妹。我笑你欢喜。叫你很可爱，我来困。啊，等下，要袂啦，阿妈，要袂讲了，要袂免去困啦，阿妈。等下，咱要袂把迄今日要讲的代志，甲阿弟阿妹讲。要讲啥？阿弟阿妹有人要甲你讲啥？为着要互大家食较快乐，要穿一百项的菜。哦，啊，恁大个阿弟阿妹都要看。叫阿嬤你唱了，你也唱了，这底还唱唱，阿嬤你怎麼唱唱，我知道，这底还唱唱，你敢問啊，阿嬤你自己問，為什麼你唱唱